大家好。上次课我们谈到了这个英法被俘者呀，并没有被关押在圆明园。那么这是我要讲清楚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尽管英法被俘者没有被关押在圆明园，但是毕竟有一些英法被俘者是被清政府虐待致死。那么因此这个额尔金这讲啊，因为清政府把他的战俘虐待致死，所以说要火烧圆明园。他指责清政府虐杀战俘是违反国际法，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就是清政府虐杀战俘和国际法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要下面要讲的第四个问题。那么我个人认为，啊，英法侵略者批评清政府虐杀战俘，或者说呢，虐杀了他的这个议和代表，啊，是违反了国际法。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能够完全成立的，啊，它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并不完全是这样，啊，不能够完全成立。为什么不能够完全成立？啊，我想我们从国际法本身，啊，它的发展、它的内容方面来做一个分析。那么首先，啊，或者第一个问题，就国际法的自身规定以及战争的性质而言。是吧？那么英法两国是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英法两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样是有违于国际法当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国家主权不可侵犯，是吧？如果说讲清政府违反了国际法，那么首先英法对华侵略啊，同样也是违反了国际法，啊，这是第一个理由。就国际法的这种内容本身而言，啊，就英法对华发动战争的性质而言，那么第二点，就国际法的这种法律效力而言，国际法当时对清政府不构成法律上的约束力，啊，国际法对清政府，啊，不构成约束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外的国际法专家都承认这样一点，承认什么呢？就是国际法律秩序是由习惯创造的规范，啊，就是一般的我们讲叫做习惯国际法，国际法的这个秩序，国际法是怎么来的呢？啊，一个是由国际习惯创造的一个规范，啊，叫做国际习惯法，还有呢条约所创造的规范，啊，叫做条约国际法，那是说国际法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是。啊，习惯国际法，还有一个是条约国际法，是吧？那么这个国际习惯，它是要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的。啊，国际习惯怎么形成的呢？那么在国际上，啊，国际习惯的一种形成，往往要经过几十年，啊，甚至一二百年的时间。啊，就是国际习惯法，它的形成要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很多国家不断的重复一种习惯。才能够成为一种国际习惯法，对吧？那么这种国际习惯法要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中外国际法专家都承认这样一点，啊，条约只对缔约国有效，是吧？而对于这个非缔约国没有约束力，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国家承认国际法对它有约束力的时候，它才受国际法的约束。如果是他本身就不承认国际法，这国际法对于他是没有约束力的。啊，这个是中外的国际法专家公认的一个原则内容。我们不讲140年前的1860年，啊，我们看一看当今世界。那么在现在这个当今世界当中，很多国际法的条款。也并不为所有的国家所接受，啊，还有很多国家不接受这个国际法，是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2004年7月，海牙的国际法庭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修建隔离墙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判决，认为以色列修建这隔离墙是非法的，要求以色列予以拆除。
但是以色列的司法部长讲，说我们不执行海牙国际法院的这种裁决，我们以色列只执行本国法院的这种判决。那么对于以色列的这种表示这种决定，不但海牙国际法庭没有办法强迫他执行，是吧？那么如果没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决议，联合国对以色列也不可能采取那种强制执行的这种手段没有办法对以色列采取这种强制的措施。那么这种历史事实是不是证明了一点，证明了什么呢？国际法不具有强力的或者强有力的政治上的或者法律上的约束力，是吧？这一个国家它不承认国际法，你是没有办法强迫它必须要执行的，是吧？只有这个国家它承认国际法，这个国际法对它才有约束力，不承认国际法，国际法对它就没有约束力，是吧？2004年是这样。那么100多年之前，1860年，那么国际法对于清政府更不构成法律上约束力或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深入的讲。讲什么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体，执行国际法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个独立的国家国家都是独立的，是吧？那么这个国际法呢，应该是国家之间的一个法律，国家对国家之间的法律。那么这个法律它的存在的前提，它的基础它的具体的实施，是相关国家对国际习惯和国际立约一种承认。那么它不承认国际法就没有办法来谈及。一个国家也好，几个国家也好，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原则或者惯例，是吧？尽管它具有重大的，是吧？政治法律意义，是吧？虽然它讲得很好，但是它在没有得到各国普遍承认的这之前，它不能够成为国际法，或者不能够成为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回头来看，就是在1860年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国际法，它是在欧美地区提倡或者说得到了相对承认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国际法在欧美地区，欧美国家也没有完全的去执行它是相对承认。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中国政府是吧，既没有参加有关国际法的一些起草，国际法到底什么什么文件呢？清政府没有参加起草，是吧？也没有以一个签署条约的形式或者以文件的形式表示过我认同这国际法。那么因此就是从国际法这个效力而言呢，它不对清政府构成这种强有力的这种约束力。那么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我们从当时的历史事实方面来看就是当时人们所讲的国际法是吧，就是所谓的万国公法那么当时这个万国公法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1864年。那么也就是说，清政府虐待外国战俘的时候，外国的西方的这个国际法万国公法还没有传入到中国来。就是西方有西方的国际法，还有他们的一些惯例，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国际法没有传入到中国来，那么清政府是按照中国自己的传统的固有的这种军事规则来办事情的。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先进的一个国家，是吧？那么中国和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是处在一个宗藩关系格局之下，宗属国和藩主国这么一个关系格局当中。那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就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国家关系习惯，是吧？中国在东亚地区和周边的国家是一种什么关系自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关系这么一个准则，是吧？那么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战争规则，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战争法则，
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战争的一些信念，对吧？你比方讲关于战争，那么既有先宣而后战的这种原则，对吧？先宣战然后再战，既有这种原则，那么也有呢不宣而战的这种惯例，是吧？不宣而战，是吧？那么关于战法啊，战争的这种方法或者是这些要求，既有是吧敌军不成列不攻击，说敌军是吧没有列成阵势，我不去进行进攻，是吧？我要堂堂正正的，是吧？那么既有这种先例，也有什么呢？讲求轨道，主张呢偷袭暗攻，也有这种传统，对吧？那么关于这交战国的使节，既有一种说法叫做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是吧？这个和西方这个惯例它是一致的啊。那么但是又有什么呢？又有为了表示我要抗战到底，表示这种决心，斩杀来使，是吧？用来使斩杀外国来使的这个头来祭奠军旗，来鼓舞士气，是吧？也有这种先例。那么说关于这个战争，关于这个两国之间的交往，西方有西方国家的惯例，有他们的原则，那么中国几千年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啊战争的一些规则，是吧？那么说呢，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用西方国家的标准去批评清政府啊，就是当时两个方面，中国和西方各自有自己的啊不同的这种战争规则，是吧？不能说清政府的一定是错，外国方面的一定是正确，是吧？那么这个双方呢，它是要有一个相互的碰撞，是吧？相互的一种理解，是吧？然后慢慢的达成一种共识，要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还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斩杀来使啊，或者说杀掉战俘，并不是清政府所独有的，不是说清政府就斩杀外国来使，外国没有吗？那么我们看这个当时这个世界上的历史啊，我们会发现啊，那么法国在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巴雷尔啊，那么巴雷尔就向法国的议会提出一个建议，建议什么呢？说不得将英人或法人作为俘虏。什么意思啊？就说法国人说不能够收留英国人或者法国人做俘虏，就说他们被俘了之后要把他们杀掉，是吧？这法国人向议会做了这个建议，不能够把英人或者德人作为俘虏。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啊，斯东瓦尔杰克逊他在讲啊，他说呢，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严格地站在正义和自卫的立场，同北方侵略者见面，并且立刻升起黑旗来。升起黑旗什么意思？就是按照西方惯例杀人的时候要升黑旗，升黑旗就是要把这些人杀死啊。而且他讲是吧，要升起黑旗来喊道，要喊什么呢？侵犯我们家室的人们杀无赦，对于侵略者一律要杀死啊，不论你投降与否，是吧？凡是侵犯我们家室的人杀无赦。那就说在这个1860年以前，是吧，斩杀战俘它不是一个什么个别的现象，也不是中国所有的，那么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是吧？这是我们讲到就是对待战俘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不同的传统，是吧？这是我们讲的这一个问题，这是讲到1840年。那我们看一看刚才讲的是1860年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事情。那么1860年之后40年后我们讲1900年啊，那么1900年在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吧，在义和团运动当中，德国的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枪杀了，是吧？那么这个德国的皇帝威廉就命令来中国的远征军啊，德国远征军向他们训话
啊，这是40年后了，是吧？那是1860年，这是1900年。德国皇帝向来华的德国远征军训话的时候讲什么呢？说当你们遇到敌人的时候，你们就打败他。啊，那么这个没有问题啊。接着说，不许赐予赦免，不许收留俘虏。什么意思？俘虏这些清军不能够赦免啊，不能够把他收留俘虏。意思什么呢？还是要杀掉，是吧？后边讲说，让一切落在你们手里的人都听你们的发落，使中国人从此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40年之后，是吧？德国尚在讲不能收留俘虏，是吧？那何况在40年前，是吧？要求清政府不去虐待俘虏。因此，我讲这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虐待俘虏啊，斩杀俘虏，并不是清政府独有的这么一个什么恶行啊。在这之前，其他国家也有；在这之后，德国皇帝也有这种类似的一些言论，是吧？因此说什么，在评价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不能是双重标准，不能够厚此薄彼。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是吧？那么清政府采取武力阻止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是吧？遭到了失败。那么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希望通过扣留他的谈判人员，把他的谈判人员作为一种人质，来要挟英法联军从北京撤军，是吧？那么这个做法不可取，是吧？那么但是呢，他往往是在战争当中，是吧？处于弱势的一方屡屡要采用的一个办法，是吧？他没有那么大强大的这军事实力啊，他就采取这种办法。这种办法虽然不好啊，虽然没有效啊，不可取，是吧？但是这种办法啊，那么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都是经常有这种情况的啊。这要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条件来分析。那么当时被俘虏的啊，这个英法战俘是以西方的这种战争规则为标准，是吧？他们认为他们是义和代表，他们是战俘，受到了虐待啊，对他们是一种侮辱，是吧？他们表示抗议啊，他们是站在他们国家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基础上，对于中外交涉，对于中外战俘的这种地位的一种理解。那么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他们是完全相反的，是吧？就是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一些战争规则。那么当时参与同英法谈判的武备院卿横旗，那么就像巴谢里讲啊，巴谢里说，我是这个义和代表，你为什么关押我？为什么要给我戴上手铐子啊，虐待我，是吧？这个横旗对巴谢里讲了这么一段话。横旗说啊，说两国开仗，既经被俘，既系敌人。说两国家打仗啊，既然你被俘了，你是敌人呢，是吧？自应按照中国律例加以刑具，有什么可怀疑的？有什么可抗议的？对吧？你是我们的敌人，你从我们打仗，我们把你抓起来了，你是俘虏啊。那么按照中国这个办法，就是要给你带刑具的，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是吧？那么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横旗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中外对于啊这个战俘问题的认识啊，它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战俘这个怎么处理的理解上会有很大的分歧。那么接着我们讲，那么既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于国际公法了解的很少，甚至不知道，那么当然就谈不到他要遵守国际法，是吧？他不是遵守不遵守的问题，他是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因此啊，我认为啊，完全以西方的国际法以这个标准来批评清政府是不恰当的。那么我说这一点并不是说我站在了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为清政府辩护，我觉得不是这样。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我这儿呢要引用美国人马士的一段话啊，美国人马士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马士他曾经说啊，他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呢，中国人民啊
还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如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科书的人民。什么意思？就说马氏说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还不懂得使用啊休战白旗，是吧？中国人相信什么呢？说这个战斗啊，战争啊，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杀死敌人，无所谓俘虏不俘虏，是吧？那么接着他这讲说使用白旗这个问题很困难啊，因为使用是休战白旗啊，这是一条中国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战斗中的新规则啊，因此在战斗当中还用不上去啊。接着他后面讲了一段话啊，非常的有意思，非常值得玩味。他说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指什么呢？说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种欺诈行为指的什么呢？说清政府英军对于手持白旗的英国人还要开枪射击，他认为违反国际法。他说英国人对于中国人这类欺诈的行为表示的愤怒啊，英国人很愤怒，正如中国人对于英国人攻打炮台时不从有火力的前方进攻却偏要从炮台侧面进攻那样欺诈行为所表示的愤怒一样的厉害。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了，是吧？由于中外是吧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啊，战争规则的不同，是吧？那么东西方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啊这种战争规则啊，形成了不同的这种概念，是吧？因此这种冲突是东西方两个国家的这种战争游戏规则的不同啊，各有各的理解。那么结合着上面这些内容，我认为是吧，无论是从当时的国际法的角度，是吧，还是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人道主义的角度，清政府虐杀外国战俘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啊，必须要引以为戒啊，或者必须要加以改正。那么但是我同时又认为，那么在当时清政府并不了解国际法的情况之下，更没有承认国际法的条件之下，那么清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按照本国的这种传统的习惯，按照传统的这军事战争规则行事，它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那么外国人根据他们的啊这个国家的历史所形成的啊一个国际法来批评清政府，从他们的角度来讲，那么他们是或许是正确的，是有根据的，是吧？他们是根据于他们那种传统的国际法啊，那么他对清政府进行批评，他可能有他的根据的，是吧？那么但是他没有权利啊要求清政府一定要按照他的国际法，按照他们的习惯来行事。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些史学工作者更不能够因为清政府曾经虐杀了英法战俘，违反了现代国际法，是吧，就不顾历史时空的这种错位啊，完全陷入到西方侵略者这种错误的逻辑当中去，是吧？等于说我们是国家的史学工作者完全被西方人所牵着鼻子走，是吧，按照西方这些国际法的惯例去要求清政府，是吧？那么也是说中国人民或者清政府遵守相关的国际法，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民逐渐的去认识西方国际法，逐渐的认同国际法，它要有一个过程。那么这是我讲到清政府虐杀战俘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英国人指责清政府虐杀战俘违反国际法。我认为啊，结合着种种的历史现象，包括国际法本身的内容，他的指责是不能够完全成立的。那么下面我要再讲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英法批评清政府虐待战俘违反国际法，那么英国人、法国人是怎么样对待清军的，对待中国的战俘的呢？啊，这个问题我想简单的说一下。那么当时参与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步兵第90队的队长，他事后有一个回忆，说当时英法联军呢，在这个圆明园啊，这个大门呢，
大概俘虏了20多个太监，啊，这个圆明园的太监，啊，他说呢，其中数人身受重伤，很多人已经身受重伤了，啊，这是太监，但是所有的人都已加上手铐，给这些太监都加上手铐子了。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至少英法方面在三个方面违反了国际法。为什么？第一点，在18世纪以后，欧美一些国家已经有了一个相关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对于战俘不能够使用镣铐，是吧？这是西方国家有明确规定的，他们是有这么一个约定的。那么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啊，英法对于被俘的这个太监加以镣铐，违反国际法，啊，违反了他们的规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这个清孤的太监他不是清政府的军事人员，不是武装人员。那么英法侵略者对于太监采取这种关押镣铐，啊，戴个镣铐，有违反于国际法，啊，因为万国公法当中规定了。啊，这个万国公法当中有明确规定，规定什么呢？说对于交战国不属武士者，他不属于军事战争人员，武士啊，战争的事情的人，不参与战争的人啊，对于交战国不属武士者，无论公私，均不可特意加害。说太监他不是军事人员，你不能够对他进行啊这种惩罚啊，这个加害，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这个时候清宫的太监他既不是战斗人员，而且失去了啊，而且是身受重伤，他已经丧失了任何这种抵抗能力，也没有战斗能力，是吧？那么英法侵略者不但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医疗的救护，是吧？如果按照优待俘虏，是吧，按照那种国际法，他应该对太监进行这个医疗救护，说不但没有给予救护，反而加以镣铐。那么这种做法对于他们的防守或者军事进攻都没有任何意义，是吧？就是你把太监他已经身受重伤了，要加上镣铐，对于英军对清政府的进攻或者防守有什么意义啊？是吧？如果说被俘的是清军的士兵，他们还有武器，还有反抗力量，如果说你不把他加上镣铐，他有可能，是吧，帮助清军继续同英法联军进行抗战，影响到他们的进攻或者防守，那你可以把他加上镣铐。那么太监已经身受重伤了，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了，这样做很明显是违反了1864年改善伤病员待遇的日内瓦条约，违反这个规定。那么结合以上这些内容啊，我的一个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掩盖劫掠的罪证，是吧？而是出于什么呢？从精神上打击清朝皇帝，使之对外国人更加驯服的这种侵略需要。那么英法方面所谓的他的被俘者被关押在圆明园并受虐致死的这种说法，应该说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捏造。英法侵略者批评清政府杀害英法战俘违反国际法，这种说法也是不能够成立的。综上所述啊，或者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应该修正以往有关侵略者焚毁圆明园的这种原因的种种错误的观点啊，我们应该还其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啊，这是我所讲的啊这一讲的所有的内容啊。那么这个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述呢就到这里。